红茶哦，今天有一个传奇武将的宣传哦，他讲神秘武将全新机制，敬请期待哦，海量招募，然后更多福利，那先免费领取一个，这是传奇招募令哦，那他能做什么？来，先来看看哦，他使用后可以召唤一次传奇武将。好的，目前哦，看起来是都不能按哦，只能等到20天之后才可以开始招募。好，然后像这个啊，昨天其实已经领取了一个招募令哦，那现在呢，他隔一天哦，他又可以免费领取一个，所以这应该代表哦，就是你每一天呢都要上线哦，都要来这个地方领取一个。那等到20天以后呢？你就可以来到你的背包里面，然后去按这个传奇招募令呢，就可以有机会去进行。那至于他说什么会不会有第三种魂，这我也不确定的。不过就是有4种的招募模式吧，普通、重金，然后以前还有个劲武将，然后 SP，然后现在还有个传奇，那之前还有一个主题将的，所以这样加起来应该有6种不同的招募模式哦。对，那如果未来还有其他更新的这些传奇武将的资讯的话，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如果以这样的20天来讲的话，大概会在8月多的时候才会有这个传奇武将的招募的活动。对，好，那我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，那也谢谢大家。